定 life，有看到吗？看得到吗？有 start 了没有？有了哈。Hello Hello， 大家下午好。今天有一个Oakley 的镜框眼镜框2019 R1 Collection， 它的名字是 Scavenger。我们有四个颜色，昨天刚刚收到，等一下给大家看看，谢谢。大家好，请大家有看到这个 live 的话，帮忙 share 一下，谢谢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给大家先看。OK， 现今天要介绍的就是 Oakley 2019 R1 的 Collection， 它是眼镜框，等等，有一点状况。那我是不是要 connect WiFi 会比较好 ？Unify 没有，我没有用 Unify， 我是用我的 data 背景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第二次做 live， 还是不是很熟悉，有什么不做的不大好的，请大家多多原谅。OK， 我现在开始给大家看我们的Oakley R1 2019 Collection 镜框眼镜框，有四个颜色，昨天刚刚收到。它的model 是 Scavenger， 现在我就给大家看它的颜色，谢谢。如果大家有看到这个 live 的话，请帮忙 share 一下 like 跟 share， 可以让更多朋友喜欢 Oakley 的，他都可以看到这个视频，谢谢大家。然后首先我会给大家看这个，就是蒙黑。Color 01蒙黑 Shunting Black，OK，我会给大家看看这个第一个颜色。这个是蒙黑 Shunting Black， 来，这个是它旁边的，看得清楚吗？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，可以 PM 下面，等下我们 live 完的时候会回复你们，谢谢大家。这个颜色是蛮漂亮的，黑色，蒙黑。OK， 下一个颜色是color 02，02是灰色，有点灰色，等啊，换一下给大家看。
个是灰色。灰色，看得清楚吗？来，它的旁边的颜色。然后前面，如果大家看不清楚，想要看清楚一点的，可以 PM 下面。然后等我的 live 完了，我们会给你拍那个相片，靠近的相片给你们看。谢谢大家，请大家帮忙 share 一下，还有跟 like 一下 ，share 一下，谢谢。然后第三个颜色，第三个颜色是color 03，它是透明蒙灰，透明蒙灰，你看它的颜色很特别。然后它的旁边的脚的颜色是红色。这个是今年的款式，最新的2019 R1 Collection Oakley Scavenger， 然后是昨天刚刚收到。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帮忙 share 一下，还有个 like 一下这个视频，谢谢。下一个是 color 04，一样是蒙黑，一样是蒙黑，但是这个它的前面的那个有一个金色，颜色也是蛮特别的，大家看得清楚吗？大家如果有看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 PM 我们，或者你们有什么款式，你们 Oakley 的款式，你们想要找的，你们都可以 PM 我们，我们可以帮你们找哪一个款式你们想要的。好的，今天就介绍了这个四个颜色，这个是 Oakley Scavenger 的 model 是 Scavenger， 然后是今年2019 R1 的 collection， 是最新的，昨天刚收到。如果你们有什么看不大清楚的，想要了解更多，就可以 PM 我们，我们有人会联络你们，谢谢大家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忘记介绍我自己，我的名字是 Augustine， 大家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，请大家看到有朋友喜欢的，去帮忙 share 一下，还可以跟帮忙 like 一下，谢谢大家。